看综艺大哥啦。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各位同学们，本节目非常的荣耀，在这一今年的金钟奖呢，我们已经确定入围了。入围呢，可以说就是一种肯定。当然了，虽然竞争激烈呢，没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势在必得。而且今天我们是金金金啊，连三金，连三金哦！你看我们节目入围了，双项入围，双金金金乃双项，金金金就是三项才对吧？对吧？那是双项嘛，那是节目主持人，好，综艺节目入围，哎呀不容易啊！第三项呢，聂云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奖也入围，谢谢在场所有的朋友，谢谢二楼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三楼的，谢谢。最近灵异事件很多，二楼还有人导播嘛，下午三楼也很多。所以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呢，本周可能我们大家要吐露一下心声哦，没错，对不对？洞房花烛夜，再来呢，他乡遇故知，遇故知。你们不能笑演员，因为他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有养猪啊，结果后来掉了嘛，从鹿港跑到彰化，哎呦，这不是以前我家那一只猪在地他乡遇故知，这实在是，你这样是救命哟！啊，过来呢，过来呢，久旱逢甘霖，还有一句，最后一句，我金榜题名嘛，阿东啊，我讲这种古文，我说实在的，真的差一点。没关系啊，看你要不要看看养几只猪，相遇故知。我们用金来做一做，好，对，先沾一沾金粉。对，这么多节目都优质的，竞争这么激烈，你说这个奖是要给小燕姐呢，还是要给康永哥呢？对，还是给张飞弟呢？张飞弟，我们要讲年轻，比较有希望，对不对？要自称小弟，对，还有一个谁？还有瓜哥，瓜，那这个瓜公啊，要把他讲大一点年纪，就是评审之后眼睛都看花掉。对，说实在不简单，多体谅。本节目是以歌唱综艺，没错，那个比一般谈话性节目难做多了。对呀，我们用金来说说看，我们的节目啊，那比方说了，我们的节目啊，品质保证，那绝对是纯金打造的，最贵，对不对？成本花钱。最多，没错，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入围，就表示我们真金不怕火炼。哎呦，对，那大家的努力，我们班上同学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对呀，这个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哎呀，这个角逐的过程可以说是竞争激烈，可以说惊心动魄，惊涛骇浪啊！哎呦，对不对？此金非彼金，这是不小心写错字啊。但是还是念同金，跟金钟还一样是有关系。虽然我们感觉上好像没有压力，很快乐，内心里面。我们是斤斤计较，碎呀！哎呦，也是要写这个斤哦。对，啊！后面同学想起来也可以帮忙补一下。我想起来了，玉芳，一滴金，一滴血。不是吗？女生永远就会想到。不是，飞哥。
一点点的精力是一点点的心血堆积起来的。这个平常讲，最后还要看我们评审的口味啊。当然，对，本节目是不是可以获得评审的青睐？哎，一切还要看命。嗯，命。好，哎，要算命哦。就是说，唐老师要帮我们算一下。哎呦，好，唐老师，来来来，请。其实在这里先预祝飞哥，因为飞哥是射手座。上升是天蝎座，哎，我们注意一下哦。其实下半年有几个星座运势很好，天蝎座。哎呦，谁？天蝎还好多天蝎。哎呦，我也是，我也是。对，聂云啊，哈，彩颖啊，啊，然后那个凯蒂啊，还有玉芳啊，哎呦，还有我啊，今天哦，还有呢，上升星座也很重要。我们大哥大的制作人慧兰，还有飞哥，上升都在天蝎座。哎呦，那个制作人在下面问我说：“哎，你帮我看一下会不会得奖？”哎，这个很重要。哎，我在这里就先说了，宣布了是不是？不是宣布，不是宣布。得奖的是啊，哎，我觉得胜算有90%。真的，唐老师金口，谢谢谢谢。金口真的真的真的，至少一个哦，至少一个，至少一个。对，节目或主持人至少一个。太棒了，非常谢谢唐老师啊，谢谢。介绍的这一位，哎，是我们演艺圈的一个企业界的王子，哎呦喂，火中钢铁人，哎呀，好久不见。在我们演艺圈做这种生意，做这个尤其是跟酒有关系的生意，那没有两下子是不行。哎，谢谢。夜店王子，夜店王子，那这个是功德无量。哎呦，为什么？艺人嘛，你到不认识的地方去，你说喝点红酒，其实还是会被骚扰。对，但是有他这个地方，其实他那里也很安全。大家去的人都相互都认识，嗯，对对对。那其实背后有多少？比方说，这个酒钱收不收？因为艺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一下就收。哎，真的哦，就是说艺人在不付钱的排行榜来讲呢，荣翔是第一名了。真的有哎，那第二名就是那个康了啊，康靖荣的，康靖荣那个不要脸，骂得好，骂得好。对，那像你们，别人我不敢讲，我们三个人我看。聂云应该去过，我去过他所有的店啊，去都每家都去过。品源我就敢保证，他绝对没去过你的店，对不对？哎，我有去过呢，有。下面结婚了还去那边？你是想啊？没有啦，我是去他们店里面唱歌表演。对啊，哎呦，你很记得尽力要谈。没有，因为我开的不只是 disco， 我以前开 live house。那时候我开 live house 的时候，请了在台湾大概很多做 band 都到我那边去演唱过。哦，这样的呀？对啊。不对，你问题。像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他那边逛逛。我是从来没去过。哦，飞哥，是宝莲妹那个时候是跟。请尊重已经往生的人。今天呢，我们这个康哥呢有一出片了，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要不然他无缘无故到我们节目来干什么？最近要到市场里面去找找看啊，那个这个应该是上柜了吧？哎，对。哎呦，飞哥，没有一个人出唱片，大概宣传期十几年的。哎呦，这个搞错了，大家不晓得，原来我们妥中康是有出过片，有出过片的。现在是有奖征答，包括观众都有哦。妥中康第一张唱片，哎，主打歌曲是什么？猜对的人5000块。5000哦。大家我第一个，啊，要从他的这个形象上面去着想。好，一定是舞男的日子。什么舞男？我在 Friday 的日子，是吧？我在 Friday 的日子，哎，都是什么的？还有没有人猜得到？走他的正常路线。什么？我失恋的日子。等一下，蛮像他的。没有一个人的专长叫做失恋。对不起，不好意思。哎。我跟你讲，那我们来宣布答案好了。好，对嘛？我看是不可能有人知道。有，这个歌，这个歌是很有意思，叫做《我不懂寂寞》。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哇塞，真的有吗？那我们来放一遍第一个，真的假的？真的。导播，请啦。看到没有？哎，嘴巴还是要对，小朋友对嘴，把当时表演的拿出来哦。用走我你自己的歌呢，用什么歌开始就对不上。
哎呦，是太过刺激还是无所谓，我不懂得寂寞。掌声鼓励一下。我跟你讲，这一张是第一张，他还有第二张，他有两张。奶茶笑得很大声，有两张不能这样子笑啊。对，刘若英，刘若英，你看看那什么意思？什么叫什么？他从头到尾都不可思议。对，人都有过去嘛，你不要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看考验一下。哎，美国那个吧台不是常常那边人要求，这边就推过去，那是一定要的。哎哎，那是有功夫的。对啊，因为他一排人坐在那里，第几位叫他能够刷停在那个人面前，不是乱丢的。今天帮给我们示范一下，同时我们同学大家来参与一下。好的，推啤酒，来敬酒，来走，耶。那我们先第一位呢，是由妥中宽先开始了。好，加油！真的行吗？哎呦，非常漂亮的，差一点点，篮下大空心。从这个游戏里面就可以领悟到很多的道理。有吗？爱情来讲，哎，谈恋爱每一次都要尽心尽力。当你做的过火了，这个爱情就泡汤了。对。泡汤，哎呦，讲得好，就是拿捏的要恰到好。这就是已经失恋出专家来了。你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嗨，有了。等一下，这个也是有道理。当你爱情用心不够的时候，哎呦，你就达不到他的心，还是谈不成。虽然不好笑，但是呢，不是这样吧？每一次的失败都要讲一次，我很累。好，接下来开始由刘若英了。好，以刘若英呢，平常讲她戏演得这么好，没错，本人保证她手脚没那么灵活。加码2000。哦，是啊，眼睛都亮了。该拼了，该拼了，拼了，拼了，拼了。不过你太大力了，我的改了一加码了，还有3000。来，刘若英去看卡丘，3000了。哦，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哦 ，no， 哦 ，thank you very much。差一点，看到没有？好难哦，所以若有不及都不行啊，非常这个遗憾。我们以后居然没赚到这个钱，哎呀，那么就从1000块开始了。不是继续加吗？接下来呢，改地。哎，你们不要拿我的钱开玩笑，擦一擦好吗？这个水的阻力这样子太危险，一不小心就进去了哦。这个凯蒂啊，蛮有企图心的，加码好不好？强迫加码。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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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点，再低一点。Go go Candy。Thank you very much。阿门说，哎呀，来下一位。啊，雨乔。我捐赠我的 CD， 谢谢。冰包姐没有关系，可以留着。我当然 CD， 快点快点，我的精选集，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 CD 呢？真的是我的 CD。来加一个便当给我，加其他便当嘛。哎，离开哦。还在发信息。的 CD 哇，够干净够。赞哦赞哦。我的天哪，他刚刚有停下来过哎！哦 ，Thank you very much， 差一点点，我的 CD 还是有魔力的，有魔力哦，真的有停下来了。哦，好，姚彩颖，怕你便当吃不完，还有餐盒哎，里面是精美的蛋糕哎，进去的话这都是你的啦啊！加油，七点七点，哦，有听到 ？No！Thank you very much。最接近边边的了，来来来，你的啤酒还会往那转弯呢。为了怕唐老师减肥过头呢，那么这个木瓜大家知道有丰胸的作用 ，OK？ 唐老师，哎，啊你是动作加加油站了啊？对，手比啊，加油站你是动作啊？加了这张皮我也拿到皮啊！哎呀，那么容易！哎呀，
木瓜要两个，一个怎么行？对不对？好，要两个木瓜，对，要两个木瓜才对称。你意思是不平衡呀？所以你安一块还能踢几个？真的。哦，来来来，好，那这次一定会成功。阿伯，赶快大跳舞要进吗？加油！哇！可惜啊，可惜啊，飞哥，我加码5000。我吗？对。好。我加码5000。哎呦！地方，这个节目其实以前我跟妥中康，我们不知道玩了多少。我加码5000，飞哥。真的啊，你真的忘？开玩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喷滑一点，喷滑一点。下面。等一下，要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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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严格上讲，这个东西只有两次机会。对，第一次就是你去试调整它大概多滑。对，第二次就要抓到。第二次如果没中，就没机会了。对，我加码5000。好，明白。这个时候要就是要知道它的这个东西，看它的滑力，知道它的滑力。最近红遍半边天的名模姚彩颖，在达哥大献出她生平第一次的性感撩人舞姿——处女秀。听说有被拍到那种偷抽烟的镜头。哦，结婚了。但是我也感觉是讲，可能是追求时髦。哦，是好奇哈，哎，女生叼一叼香烟大概什么感觉？嗯，就是不懂事，年少。哎，这个算是公开道歉吗？不算吧。年轻就是本钱，年轻就是要搞怪。夏雨乔、王凯丽联手出怪招，一首家具歌也能唱出深情版。转到香港那里去啊！捧供哦，我来要去捧供。我们红来的捧过。香香，没事。香香香供，自己都被搞疯了。香蕉你是香蕉。香蕉，哎。以前我以为是胖狗嘞。哎呦，哎，伊个讲起来，我煞做家己嘛，好咧，不讲不啥啥。对对对，迄个，你讲啥？对不对？胖狗啦。综艺大哥大。行吧，这个时候要就是要知道他的这个东西，看他的华丽，知道他的华丽。最后一次哦，搞清哦，好可怕！我突然发现有面子的问题，对，一定要。飞哥，你进了，我也加码2000哈，加码2000，有7000哦，7000了，7000啊了，哎呦，7000哦，好，我凑3000了，一万了，刘若英，等一下，唐老师要加码3000，怎么样？一万，一万，飞哥，那一万这个推法就不一样，哎呦，金钟奖要不要拿？哎，卖喜欢谁？这跟运动奖没关系。要不要拿主持人？哎，这是最后歪掉一点，这不容易哦。还好我的5000块保住，最后至少要有一个人进去。哎呀，妥中康了，又来了。加油！轻一点，轻一点。欢迎各位来到大甲镇南宫。滴滴，你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拿到的，不容易啊！不要拦住我，嘴巴张开。果然是酒店店，站地上。
感谢我们丽丽家具的老板今天光临我们现场，所以说是果然是夜店王子，是当之无愧，掌声鼓励一下。今天要先介绍一位美女，哎呦，这位美女怎么样？这位美女呢？美，可以说真的很美哦，而且是广告的这个新宠儿，嗨，而且最近报章杂志上面的，我的天哪，几乎天天都有她的消息，嗨哟，不得了了，那应该把这个介绍她的荣耀让给我，好啊，欢迎姚彩头小姐，错了，美女那也美女那也叫彩彩头嘛，好啊，那你哦，赢哦，赢了，我说彩头那也，你介绍到哪里？那家属也找你哪个做摇彩头？哇，这个还算不错了嘞！我没念成挑菜头就不行。摇彩椅嘛，来！哇，好厉害！实在是很美的一个，很美，真的很美。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位风云人物，哎，没想到才20出头，哎呦啊！所以说这个根据外国人的这个有一个研究机构哦，他们研究发现呢，每天凝望着漂亮的女生啊，几分钟而已哦，哎，有助于男性健康长寿。哎呦，就是每天能凝望着漂亮的女性的男生呢，血压相对会降低，哎呦，这脉搏的跳动会变得较慢。心脏的疾病会减少，平均寿命呢可以延长4到5年。哎呦，这样对呀！哎呦，你说你对社会的真的贡献是很大哦。哇塞，光看就有这种力量。对，哇，那跟美女在一起，那简直不是就不得了。对啊，你如果你啊在一起啊，在一起那本人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心得，那就是会很快死掉。所以说只能看。凝视10分钟等于做了30分钟的有氧运动。哎呦，条件是要心如止水的欣赏。哎哦，哎，像我是真的到这个境界，所以为什么我看起来永远好像跟刘德华差不多那个年纪？这个后面很不给面子。那看美女会产生的这个一些反应是什么？是什么？这个反应知不知道？它到底医学上面有些什么？根据医学的报道，医学看美女会医学，医学的话，会淤血。是哪里？是眼睛还是哪个部位？你要讲清楚。比如说，你看到美女的时候会自律神经亢奋，嗯，哎，亢奋了，那种叫做分泌还是啥？还是多巴胺？多巴胺，对，这个很特别的名词。对对对对。然后多巴胺呢，就会造成你这个哦心跳加快，哎呦，然后面潮红，脸潮红，我还面朝北，脸臭红朝北。就是紧张的意思。哎，来上我们节目有什么感想没有？还蛮开心的。真的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啊？今天要表演红模仿。哎呦，好！又是一种性感的极致哎！我的天哪！掌声欢迎一下。Shake these rocks, don't lose their shape.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Tiffany, Cartier. Cause we are living in a material world, and I am a material girl. Come and get me, boys. Us lady, yeah. Cause that's when those louses go back to their spouses. Diamonds are right.
哟，哇，来来来来，哦，较顺利较顺利，哦，谢谢我们四位美丽可爱的舞蹈老师，哎呦，哎呀，我能够牵着我们这个彩影的这个手这样走下楼梯啊，这个甚至要修八辈子了，我跟你讲，谢谢谢谢。不过刚刚我是很担心他走了。因为他在表演进入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表演的人是需要靠一些接近歇斯底里的边缘，对，一阵疯狂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对，哦，那走路然后那个你就发现，哎，他腿好像有一点这样，刚刚出生的那个鹿，还要站20分钟才站得起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狮子为什么看到小鹿斑比，哎，狮子为什么会，哦。比如说您刚在后就想一口就给它吞掉算了，对对对，连蹄子都吞掉，哎呦，我这个对不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残酷，可是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赞美，哎呦，对不对，你愿意被我吞掉吗？什么东西啊，什么啊，哎，孔锵锵愿意，可见孔锵也是到了接近歇斯底里的边缘。表演的真的不错，哎，下次常常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对吗？没错，谢谢大家，好不好？希望你那个代言戒烟可以成功。嗯，我会努力，好不好？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您知道死缠烂打的台语的念法是什么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死缠烂打啊？你是讲你安怎拢爱死缠烂打嘞？我台语唔捌听过死缠烂打。死缠烂打啊！死缠烂，死缠烂。这些北京人还会骂我们台湾的话啊？什么死缠 LP 啊？回味已久的霸掌歌王郭金发来啦！想听他浑厚有磁性的歌声，接回来哦。目屎啊，为何流不离？有路无处，茫茫前程，暗淡的人生。这一位呢，听说呀，哎呦，他是一位国际级的影后，哎，听说呢，要请他上综艺节目是不是很容易的？哎，没错，听说他如果一答应了以后呢，是听说了，他就会好好表演。对对，阿林奶，听说什么？听说，哎，这个没办法，这是被恶势力压迫。对，他的歌名呢，听说这个就叫听说，那应该互相照顾一下嘛。听说。他要唱一首闽南语歌曲，哎呦，讲什么山明海水哦，哎呀，刘若英小姐，欢迎。叫我燕儿，不是，我是叫你的名字啊。
在我们台湾呢，这个人的名字如果后面有英字，我们都是叫阿英啊，啊后面有花就是阿花。那你们是这里？我们是在后面加这个儿子，就鸭儿，鸭儿来念一次。鸭鸭儿啊，这个舌头怎么卷法？你就讲一下。哦，哎呦，我跟你说，鸭儿，我呢，自从来大陆做生意之后，凭良心讲，我能够认识你，感到很开心。可是呢，我是觉得你们讲话好像不是很温情的感觉，就不像我们台湾的女生比较有感情。你要嫁给我将来，你当然就是要有，整个就是有变成一个台湾的女人啦。被讲大意是不？哟，阿你都对哦。哎，我跟你讲，都叫我有听你唱歌，你算讲对我嘛是真努力。对啊，我学就学足久诶。哎，我学。你只确实是有天分。呀。妈妈，妈妈。好。嗯。我学这个歌咧。好。我。抖音拢有哦，什么什么？你一个，我拢有哦啊。哦，迄不是叫做抖音。抖音啊。迄不是叫做抖音，就问你安那讲迄条说啊？串音，串音啊！这就拍哦诶，串音，串音是串冰啊。抖音啊。你看我今日你就爱问我要去倒位啊？你要去倒位？啊，对啦，阿英啊。我未记得甲你讲啊，时间差不多到，我爱回去台湾啦。台湾。对啊，哎呀，最近这个两岸三地就是很麻烦。因为什么？他要转到香港那里去啊。彭公哦。我来你去彭公。我个王来的彭公。香怎么会念彭公呢？就彭的你一你以前拢跟我讲，我是一个就胖的人啊。对对对对对。胖不是香，公不是公，他不是胖公。公不是公公公，胖公公。香港，但是念台语呢，都未使讲胖公。啊，未是安怎念呢？安怎念呢？安怎念？香香香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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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香，控制都被搞疯了。不是啊，我知呀，啊香蕉是香蕉。香蕉哦，我以前都以为是香蕉嘞。哎呀，伊个讲起来，我煞家己嘛，互你母讲母煞煞。对对对，迄个你讲啥？对不对？香蕉啦，香蕉未使讲香蕉。香蕉，那花很香，怎么说呢？这花就喷，就喷，就喷，喷是滴滴起来。我以前的台语无就烂的，是因为我肚就烂的啥意思？很烂，很烂，无人可烂呐，就烂。哦，真的。所以讲，你看，语言就是咱两个上大的障碍。真是哦。爱国学一个，那去香港叫做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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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譬如讲，你要去香港，你要去香港，你不能不能连在一起哦，不能你要去香港。香港啊，你别去香港，你别去香港。港，香港，港，哎，我一下真的。港，港，香港，香港。好，你别，你暂时别走啊。啊。你给我钱。啊，我唔是，怎么那么现实呢？啊，这个大家有感情。我为着你，我拢学台语，对不？哦，你别学。学啊。哦是欧汉吉，哦是欧汉吉，哦是欧台语，哦是欧汉吉，哦是欧台语，阿班是咧班班啦。好啦，我实在感觉温馨无下啦。你讲这什么话啊？既然你是无讲，你是讲什么？既然。
既然个家人嘞，既然。既然你是无介意话，不要紧。依然我个屏东嘞。既然你是无介意话，不要紧。其实我嘛有我的，我嘛有我的，我嘛有。语言学习机。我嘛有我的心上人。心上人。心上人，心上人。心上人，哦，心上人，我做心上人。你要改进一进一个兵不？进一个兵。进一个兵。那你这种欺在欺骗我。你嘛是啊，要走就走。你不能说你跟我要零用钱，我每个月也是至少给20000呐。你好话者，你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大家。2万啊。2万台币嘛是人民币。什么币？估个币，有连带关系。台币两万人民币。有当时啊台币，有当时啊人民币啊。应该我去马来西亚，马来币。你一个人演我要炸，哦马来币拢出来，好啦，人民币你是，就刚那个剧本里没有。你的心上是另外过一个台商哟，你哪会使劈腿呢？好，你伫讲笑话啊？笑话，你是讲智商哟？啊？笑话，好伸手，你不要看个阿忠布袋戏哦。你爱穿拖鞋咧？你现在是讲广东话？你是讲讲广东话呀？好，今天我要介绍我的 lover 和你识识。你叫伊出来。好，蛋姐，伊是倒位啦？伊是北京人。倒位？北京人。北京人。北京人。我够惊死人了。北京的。系啊，阿元。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吵吵啊！在里面的这个吵吵闹闹的。哎，这个人是谁呀？怎么来个这大脚声啊？你进来跟我讲，啊，我得搞翻译一下。你那讲话我都听不呢。你是讲什么人？什么人？国共一片，我听话。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哦，下面逮起，下面逮起。哦，对，你帮我翻译。那不被那玩 gay 了，对。好，这个人真没有礼貌啊。这人就没礼貌哎。你是从什么？哎，没来过北京，不知道关小儿。啊。你是无来过北京，无关下面关小儿。没到过北京，不知道关小儿。关小儿什么？我看你小啊，有些东西能卷舌，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卷。哎，对，我听着怪怪的，一起搞我丑哟。我是你在搞什么小下面小？我跟你讲，你这个人，怎么你现在叫死缠烂打啊？啊，你怎么可以叫死缠烂打啊？你是讲你安怎弄爱死缠烂打的？我台语唔捌听过死缠烂打。死缠烂打。西长烂，西长烂，这些北京人还会骂我们台湾的话啊？什么骂什么他？成语呢？什么死？说听成什么死长 LP 啊？这个先生，我跟你讲，我们。是这个什么？是什么？我们是在这边的情人啊！哎，情人不能。下面，下面。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你？不能，怎能舍？我是来家怕我的哥的瓜的。你是艺术是讲要拍你的歌，你哪会唱个唱个你家己的歌？对啊，你就无艺术诶。你的歌是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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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他，听说，听说。歌不是这样子的。听说。听说。安尼，我要来登去台湾，咱两个为家都开始切。哇，要唔过我想你留落来，留落来，甲我斗阵唱这歌，唱了啊，我咧切。唱了才要切。系啊。安尼好啦。我这歌是为着你学的呢。吼，我刷落来呢。
接下来呢，是有请到这个刘若英小姐，我们黄品源先生。我们请到刘若英小姐跟黄品源先生来斗阵唱这段真好听的歌，来斗阵来。斗阵都跑起来，斗阵来斗阵儿，唱一首歌，讲什么山明海色，讲什么山明海色。哦，掌声，谢谢。我想要我头的那张，我想那个台语讲啊，叫我挂过去那讲。哎妹，嗯，哎，听说呢，我们这一段访问到这边，听说要告一段落。谢谢刘若英小姐，谢谢谢谢。八卦侦察亭占星专家唐立奇，算其他人都算得超准，却算不准自己在代言瘦身之后会复胖。自己是一个星座专家，怎么可能没有算到自己代言瘦身产品之后还会复胖呢？当事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并不是复胖，是松弛。接下来介绍这位巨星啊，要从一首歌曲来介绍。哟，小巴掌记得瓜林巴听过不？这咚咚咚，你们听过？当然有听过，小巴掌这经典歌曲。谁唱的？郭金发先生嘛。哎呦，哎，这个对我们台湾历史开始有一点了解，对不对？亚洲第一男低音。哎呦，我的头衔怎么了？我要示范。祖祖祖祖祖。想给，所以讲这，这 key 搞啊 key 个这，亚洲第一男低音，哎呦，小霸掌瓜王，哎呦，贵金花先生，哎呦，哦耶。放我做你去，无留予我情牵挂你，是什么什么代志？全部代表我是初生的幼稚啊。为什么介绍一下
的心，去偷狼的王法。哦，阿妹，敢有生活，予人心惊惊。少年彼时，模仿的热情，渐渐的消失。乞讨人的运命，永远袂快活。目屎啊，目屎啊，为何流袂离？有路无处，茫茫前程，暗淡的人生。喂，老大。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饭歹食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气定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落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毋是失去了性命，就是爱落岗。所以今仔日咱爱来干活，无论是做苦工还是小生意，咱原来应该好好来拍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来来来，哎呦！过头换面，重新做人，好好过一生。你看，哦，哎呦，郭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同学可以坐下，你们的感动，本人可以感同身受。哎呦，真正含鸡母皮拢夹起。哎呦，大哥的这个风范，刚刚讲到那个口白，哎呦，让我想起他以前有一首歌，什么歌？歌名我已经忘记了。抱着男性哭穷的意志。即我家己写的歌，或者我作曲、主唱、作曲、主唱，欧文龙老师的歌词。哎呦，形容叫做什么歌？很有男人的味道，那个歌。天涯浪子泪，天涯浪子泪，天涯浪子泪，这个是连孔锵都没有办法演奏的。开玩笑的。哎呦，我听你的，哇塞！下摆我再来，叫我唱这条，无啦。啊！即摆你是歌词袂记咧啊！哦，着男性气无同啊！哦，着男性倔强的意志，歌声流浪。看破近来去，哎呦，茫茫前途，前途路漫漫，心爱的再会啦，再会，等何时？无聊的目屎，赶紧吞落去，浪子的前途。在海角在边边，哎呀！哇，一开唱就回来了，真你给他逼出来了，我给你逼出来。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呐？哦，我看这上模差不多二十多年不捌唱，二十几年没有唱。哎呦，二十几年前我听到这歌，哦，非常的感动。
但是今天唱怎么没有那么感动？我也看不懂，你就是要现场啊，考试你看啊，拢总无经过，不是很思考的，无你看，结果我发发头脑。还有一首歌，今天一定要点。哎呦，啊，这个歌呢，非常的好听。哎。这个《饮者之歌》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听一听我们郭大哥的招牌歌曲，除了《小霸掌》以外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林家之歌》。哎呀，来破一下歌的起来哦！谢谢，谢谢。西山黄昏时，啊，冷冬风阵阵起，花香酒馆满满是，阮人饮酒作元气，欣赏音乐酒味甜。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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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心一滴滴，思悲发生才知彼。暗淡天光，照人影。冰水一相逢在今夜，朋友作伙来相请，热情敬酒真感谢，要求唱歌予因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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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摆一摆唱大声。心情为着小事苦性命，占星专家唐丽奇大方承认约某综艺女主持人不合。你要好好解释，请问以上四个名单呢？你认为谁跟你合了？顺子哥，顺子哥，乃林哥，嘉青姐也不错。那就是只剩李明一跟你不合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唐丽奇还要爆出什么八卦内幕？保证八卦，绝对八卦，马上。星座专家唐丽奇传闻有严重的大头症，与他合作过的主持人都传出严重不合，代言瘦身却又复胖，是代言不实还是另有内幕？今日八卦侦查庭，听唐丽奇亲自说分明。人红是非多，不红不侦查，八卦侦查庭现在开庭。各位书记，不要质疑法官的公信力。检察官，今天是哪一位啊？是我，法官好。妥，检察官。是是是是，妥妥你。有什么不妥的吗？听起来好像这个检察官都在睡觉。喂，妥检察官，今天有什么样的人要检查呢？是，听我讲来了。本检察官今天要质疑我们的当事人呢，唐丽奇小姐。本人认为她捞过界。他是一个星座专家，他如果做星座节目的话，我们大家都不会质疑，是吧？对对对，但是这个人呢，哇，疯了，他做过太多事情，疯了。这个人呢，他做过连续剧的演员，舞台剧的演员，广播配音员，还做过作家，他还主持过节目，虽然已经挂了，所以呢。这个星座专家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呢？令我们非常的质疑。然后呢，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星座专家，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对对对。他为什么要去代言减肥产品呢？减肥难道跟星座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既然这样子，赶快请我们的当事人出庭作证。宣，宣，你古代啊，你是皇上啊，传。有请今天的当事人唐丽淇小姐。唐小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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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像常常上法庭，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坐在这里？这不是我的位置吗？好，现在当事人唐丽淇小姐已经坐在她的位置上了。检察官，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首先，第一项我就必须要质疑他的专业了。自己是一个星座专家，怎么可能没有算到自己代言瘦身产品之后还会复胖呢？哦，哎，这个抗议听上。谢律师，这个检察官他凭什么看在我们这个小姐只是坐在这里就说她复胖了呢？对呀，检察官，你要提出证据来佐证啊！麻烦镜头请照她的手背。当事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并不是复胖，是松弛。本席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女人法官非常的明理啊。对，因为女人年纪大了，本来就会松弛，跟复胖有关。法官讲这样，我不觉得奇怪。好，既然法官这样裁示的话，那我还是要再质疑。这个人呢，做了许多的节目，但是他现在有大头症。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做的节目呢都跟主持人不合。我们有以下名单：李明一、徐乃麟、黄家千、顺子徐孝顺。您作何解释啊？抗议！你抗议的很心虚哦。不是，刚刚检察官所说的那几位，那几个人一看就不是很好相处的。他说我们是大头症。他那些人可能还有偏头痛的也有偏头痛。至于详细的情况，我们当事人可以解释。是是是。好，而且我真的没有跟主持人不合，因为我跟来宾其实也很不合。说呢？没有啊，比如说来这边的来宾啊。我要帮他辩护。是啊，我已经辩护不下去了。怎么谢律师？来宾都受不了。你的当事人已经认罪了是吗？没有，其实这个不合是他们认为不合。你认为谁说他自己跟你不合？哎，不就是那个很难相处的人吗？比如说谁呀？相煎何太急啊，这位小姐。谢律师，哎，有什么事情要抗议的？有一点冷场。检察官，你要负责救回来。负责救回来，你要好好解释。请问以上四个名单呢？你认为谁跟你合了？顺子哥，顺子哥，乃麟哥，嘉千姐也不错。那就是只剩李明一跟你不好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已经呼之欲出了。说的，好，本法官有点意见，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当事人唐丽淇小姐。是是是。当初在签约这个瘦身代言的时候，有没有规定你不准复胖？如果复胖有没有要赔偿多少钱？哎，没有，这个部分倒是没有，因为他们是说，那我就判断这是一个不实广告。不会啊，我确实有瘦下来啊，因为瘦下来才是这个东西的诉求嘛。那至于复胖，就是个人无耻的关系了。辩护律师，你坐在那里干嘛？有，有人指控你的这个当事人无耻，请问你要不要辩护一下？这个本席啊要提出一个意见，是，就是说呢，这个以后在开庭之前呢，千万不能放饭。本席一吃完饭以后啊，就有一点这个打瞌睡的现象。这个请法庭上以后啊，请体察下情啊，有一点迟钝，但是我有听得很仔细。哎，各位一直在他的身材上面这个动这个脑筋呢，想要置我们当事人呢于这个万丈深渊的这个地步。您看看，不管他到底是有复胖还是没复胖，光是讲这个脱衣闪从天空降下来，在地上跑那几步，有没有？你们有人会跳伞吗？啊！哎呦，我们这当事人就是自己都不用替身的，哎呦，光想一眼
啊，你们看过这广告了吗？是不是？是是是。请当事人告诉我，你是怎么练起来的这个滑翔椅，好不好？就只要从上面跳下来就好了，律师。律师，你的当事人讲得很快。庭长，本律师想休息一下。对，是这。那本席想知道，为什么当事人你有这么样多的兴趣呢？每一项兴趣你难道你都确定你能够做到最好吗？不要白白浪费社会资源啊！因为我是天蝎座，在场有很多天蝎座的小姐们应该能够了解我的心声，比如说姚彩颖，比如说王凯蒂小姐。还有还没有到场，但是我十分敬仰的玉芳小姐，即使五音不全，都能够在我们的演艺圈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已经贵为少奶奶候选人，但是她仍然愿意放下身段取悦大家，这是一个多么对社会有贡献的星座。所以你们就知道，我们怎能舍弃自己的才艺而不用呢？这就是我身为天蝎座的宿命和原罪，所以在这里，这个我倒是愿意认罪的。天蝎座小姐讲得非常好，不过你已经提到频频都是天蝎座，为什么每个人际遇会这样不同？可否请在场天蝎座小姐一起出列，来，王凯蒂小姐、姚彩颖小姐还有唐丽琪老师现场比拟一下，让我们大家看一下频频天蝎座有什么样的吗？谢律师，请容本席跟当事人商量一下。好，哎，怎么了？这个当事人是他们两个人往那边一站，那个身材有如玉树临风啊，个子那个高的像两根芦笋一样的。那你觉得我在他们旁边，虽然你有你的优点，可是呢，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我还没有减过肥，就对了。哎，你要是不相信，你本席也不阻拦。大家需要看一下天蝎座的样子吗？请站好。哦呦，哎呀。哦，哎呀，还不错呢，哎呀，本席建议一下了，其实他们可以走台步，我们当事人绝对不会输给他们两个。好，来音乐请。哎呦，当事人。裙子不好走。检察官，阿姨，康一个，不用康一的。这几个人一看大概差个一两岁，怎么可以直接叫他阿姨呢？对不对？这是陷我们当事人于不义嘛。法庭上不可说谎。哎，对不起啊，报告法官，我觉得这段我可不可以建议啊，稍微快一点，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因为不敢呼吸，脸色已经开始有点发青，他这段一直小口呼吸啊。我刚刚也是觉得这段为什么要放饭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位天蝎座女子，请回座。谢谢。频频天蝎座啊，我们想先听听一下陪审团的意见。啊，在陪审团说话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话啊。我一直觉得双鱼座的品源啊，还有阿中啊，都是非常的有才华。然后呢，聂云大哥，我素来知道他也是天蝎座，天蝎座男生都是非常阳光，而且年龄是也都相当的好啊。那个静茹呢，本身是双子座啊。我跟嘉谦呐，跟那个谁也是同样的星座。Amy。对对对。啊，你们是同一个星座。对啊。哎呀，真是完全感受不到，而且你的个性非常的好，又聪明又完美。那我们的雨晴。是处女座吧？对，非常的可爱。然后在后台那个便当，也有吃完，但都不会发胖，真是一个很好的才华。所以在这边，我也真的觉得这些陪审团都是很棒的选择。我相信他们会做出最好的一个裁决。抗议！是。那你刚刚特别挑出我们这个所有的人的星座都讲了，那我们狮子座怎么样？吃大便算了。泡遍陪审团的欢心，满嘴甜言蜜语的唐丽琪果真能无罪过关吗？跃身为畅销天后的大马姑娘梁静茹，一旦害羞起来，身体居然会像红彤彤的虾子。然后说什么什么，她这个
瘦了以后，他其实身材还 OK 了。哎，但是某些地方听说有消散，该瘦的瘦了，不该瘦的也跟着也瘦了。哪里还有好不好？侧面看还是有的。哎，这个女孩子她害羞的时候全身红色红起来，红的整只。哎呀，真的会的。我对女生的变化是非常了解。她连后面的背都红了，连背后都红了。你看，真的，你看，这就是嘲讽，真的，这是稀世珍品。我一直觉得双鱼座的品源啊，还有阿忠啊，都是非常的有才华。然后呢，聂宇大哥，我素来知道他也是天蝎座，天蝎座男生都是非常阳光，而且年龄是也都相当的好啊。那个静茹呢，本身是双子座，我跟佳谦呐，跟那个谁也是同样的星座，Amy 对啊，你跟李明一是同一个星座，对啊，哎呀，真是完全感受不到，而且你的个性非常的好，又聪明又有才，那我们的雨乔是。处女座吧，哦，对，非常的可爱。然后在后台那个便当，哎，也有吃完，但都不会发胖，真是一个很好的才华。所以在这边，我也真的觉得这些陪审团都是很棒的选择。我相信他们会做出最好的一个裁决。抗议抗议抗议！是是是。那你刚刚特别挑出我们这个所有的人的星座都讲了，那我们狮子座怎么样？吃大便算了？你就不能讲讲我吗？我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人留到最后说。狮子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帅的。而且有领袖魅力。抗议！抗议！抗议！因为我们这位检察官最近才失恋，对不对？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他怎么会说是什么永远什么啊？对不对？那不能。哎呦，那是因为。那个女生没有眼光啊！本庭判定无罪。你是法官，我是法官。对不起，太激动了，对不起。辩护律师，有。对于这个你的当事人唐丽琪小姐身兼多职，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一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本席认为呢，现在是多元化的社会，那么我们本当事人因社会的需要而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呢，是在星象这方面为很多这个朋友们可以指点迷津啊，是可以说社会上非常有用，而且呢不可或缺的一位偶像级的明星。所以本席认为说，检察官所提出来的都应该是说多虑啊。本席报告完毕。哎，好，结辩结得非常好，我们想听听看陪审团这个讨论之下的意见。是，报告法官。那个，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当事人呢说话哈非常的诚恳，他对于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所给予明年的指点呢也非常的感动人心，所以我们觉得啊，对他这一切啊的栽赃啊都应该是属于不实的，我们非常相信当事人今天所说的一切。谢谢法官，报告完毕。好，这个退庭之前呢，这个本席呢认为说呢，我们当事人歌唱得非常好哦，是不是可以邀请他在现场唱一首歌给大家来这个评鉴评鉴？哎呦，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唐丽琪。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没有相信。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
人唱的怎么样啊？好听啊，好听啊。不好意思，我们不能久留了，因为我们当事人还要去赶一个红包场，好不好？快停！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夏雨乔跟王凯蒂呢。哎呀，你们两位，在我眼睛里面是年轻就是美啊，懂吗？就是说他们其实打扮成成熟的服装的时候，哎呦，哎呦，其实可以骗过很多人。就跟飞哥一样啊，大家都以为飞哥到现在才18岁，会不会太狗腿？这我实在听不下去。凯蒂怎么可能？对不对？你不能说第一次来上节目，对不对？飞哥，其实我自己讲完脸都红了，想说怎么会那么骗人呢？哎，刚刚你们两个女生呢，所以有的时候机会一来了，就要迎向前去，对不对？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马上就要跳出去问个清清楚楚。像刚刚他们前面在谈这个丰胸啊什么的，你们怎么不出来呢？其实我们都一直站在后面偷听，我啦，因为他没有需要，我有需要啊。刚刚你以为晚礼服是怎么样硬挤出来的？所以我就讲一个笑话，结果那我们是合作一起，我想搞一个笑，结果变谈话性节目，怎么变这个？两个人这次出合集啊，那么这个啊。我们有出合集吗？哦，不是合集，对，是。飞哥要出钱帮我们出吗？我们两个一直很想要，就是一元唱歌，非常想要唱歌。真的吗？那我们来唱一首歌好了。自己讲，因为我太想要唱飞哥。真的吗？对，你们要唱什么歌？你们一直打算有唱歌，唱什么歌？你要唱要唱台语歌啊？对啊，我们刚好准备的是台语歌哎，真的有。可以转行的平原歌。真的？你是说我可以读心这样？对，真的。你们要唱哪个？真的吗？会吗？有练是不是？你是在松上？哦，哪一首台语歌？舞女，舞女。这什么怪梗啊？这什么梗的？怎么会是你们唱的？这种衣服，唱舞女，奇怪了，这个扭力，这个只有可能在 AV 这个里面可以。现在有制服店，请注意。那我们不要唱舞女。制服店，遵我们清纯的形象，我们唱丽丽家具。这个更烂的梗。来来，你们自己起 key 啊，老师会跟着。我怕我会走音带调。对对，万一起高了也不对。5、6、7、8，抓幸福，唔免考虑，丽丽家具应有尽有。哎呦。抓幸福，唔免考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怎么会突然想到表演这首歌？啊，不好吗？那我们其实可以再唱一次《舞女》。啊啊啊！很好，我们两首歌唱哪一个？对对对，选一下。舞女，起一个 key， 起一个 key， 起一个 key。哎，舞女第一句是什么？打扮可能要低一点。好，还有动作哦。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有这样子的一面呢，是怎么了吗？就是有点激励打击一档感觉。还好他们其实是走那个 model 的路线，是不是？还好你们没有走歌唱路线，也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表演得很好，这是蛮青春有朝气，这个是对的，很可爱，这是棒，真的真的真的啊啊！好了，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大哥大。
唱了一位新崛起的一位新亚洲天后。哎呦，我的天哪！讲到他前一阵子刚办完的演唱会，那所有人看的真的是叹为观止，真的不得了，崛起的非常的快，而且他的歌的销量一直都有很好的成绩。嗯，那万人的演唱会都唱得很棒。哎呦，那怎么会这么多人没事去跑去？对，呀，来自全台湾不要讲，亚洲其他国家的都飞来看他呢，吓了一跳。我们来欢迎他吧，梁静茹小姐。刚刚那个品源哥讲说崛起特别快，哎呀，这个事让我们都有一点吓一跳。嗯，对呀、啊，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是个小咖啊，不是，对不起，我们没有什么大小之分的，就是说新咖，新人，哎，新咖。之前这一次我看完他演唱会访问，他都觉得有一点哎。要这个升等来处理，升等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平常讲也没有，不要那么说啦。就是我觉得演唱会很成功嘛，那我觉得艺人呢，就是你自己觉得很成功吗？好，没有，继续讲，还不错，也不过只是两场爆满而已。哎呦！对，真不错，真的啊。所以就谢谢大家给我的自信跟信心。对对对，太好了啊！因为市场都需要，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有变成诞生的大牌出现。对了，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大牌。谢谢天后接班人。哎呦，哇，这句应该是我们这一段最猛的一句，结果。这个完全对这一句笑话是真的是撅过去，算是达阵。今天啊，要给我们带来他的表演。对，就是一段这个 a cappella 的表演，是我在演唱会上面也有表演过。他们叫神秘失控，一群年轻人。那你这个来我们节目就这样剪现成的吗？不是，我今天把他们特别请过来。真的，哎呀，这可是不仅电视机前面没有这样子表演过，对，没有过。真的哈，听说特别留给综艺大哥大那一段表演，就是那一段啊，嚯，让观众真的是啧啧称奇呀，啧啧称奇，你们听过这句？听过，就是，奇了。换句话说就是，欧罗盖大鸡，欧罗盖大鸡，好。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梁静茹给我们带来这段表演，好不好？好。想到了
我们是发现这个孔锵老师的伴奏啊，一直到了今天呢，才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哎呦，这个不是，我觉得你误会了。这一段我看孔锵在后面，刚刚在根本在睡觉啊。是他们完全用嘴巴伴奏出来的，对对对，阿卡贝拉的唱法。他们叫做神秘失控人声合唱团，哎呦，领心合唱团，哎呦，人声，我们只听过领心波形构成，哎呦，哎呦，不错不错。其实他们还会别的部分，有没有安排来试试看，好不好？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绝望的恶魔，破碎的也会给爱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这首歌跟刚刚那个南海姑娘啊都不一样。如果说只留一段，你想留哪一段？不要这样子，飞哥，我那么喜欢你。哦，我觉得飞哥都像是我第三个爸爸一样。就是很照顾我啊。这个我是，因为李宗盛大哥也是我的另外一个爸爸。哦，对，第二个爸爸是这么有才干的一位，对呀，都是很有才华的。他是我第二个叔叔哎，对不对？都怎么直接做他爸？我会转告他啊，对对对。不过这次你就辛苦了，蛮瘦的。对呀，然后说什么什么，他这个瘦了以后，他其实身材还 OK 了。哎，但是某些地方听说有消散，该瘦的瘦了，不该瘦的也跟也瘦了。哪里还有好不好？侧面看还是有的啊。哎，这个女孩子的体质啊，是属于那个章鱼型的。章鱼，章鱼，她会变颜色。为什么？对对，她害羞的时候全身都红色的，红的，整只一块一块的。哎，真的真的真的，我对女生的变化是非常了解。她连后面的背都红了，连背后都红了。你看，真的，你看，而且一块一块的，有没有？真的，哎呀，有没有？对对，这有点像那种。这种女孩子不多哎，我碰过，不是这个也就是潮红，你讲对哦，这就是潮红，真的。看着像这种，这是稀世珍品。哎呦，真的真的，谁娶到她，谁真的享受不尽的人生呐！哎呦，说不定到了晚上在深海还发光呢。哎呦，荧光色又不是能吸啊，还发光了。哎呦，这个风筝快越来越多了。好了啊，非常谢谢啊，梁静茹小姐，也谢谢我们的神秘失控，好不好？哎，好，谢谢。爆得以本周的爆破场面堪称触目惊心。我说弟弟呀、啊，我说台下那个弟弟呀、啊，啊，那个不是，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俩公啊，被死绝招啊！哎呦，小心哦！所以麻烦吼，妈苦一点呐，小妈苦，哎呦，哎。还是太近了，再远，还是太近了，今天你行啊。错，这个是我家小万，因为他不会算数，所以我就教他唱鸡巴嘎鸡巴新嫩巴。为了让他呢比较好记，所以我就编这首歌。你看我聪不聪明？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呢，我呢，平常跟飞哥，你们不要看我们都拉稀拉稀，其实我们是隐姓埋名多年，表面上。飞哥呢是演艺圈的大哥大，我是他的跟班。其实我们真实的身份啊，阿班伯啊 ，lucky lucky 啊啦。啊，对了，没有关系。有没有看到我的新发型？家里也看过了。我刚刚讲掉，我跟飞哥告诉你，其实我们真实的身份
哈，就是反清复明天地会的会员。哎呦，哦，哈哈哈。我们的师父说出来会吓死你们，天地会总舵主陈定南。陈定南是法务部长呢。法务部长啊，对不起，我记错了，我的师父是陈定南。哎，对不起，搞错了啊。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反清复明。不过现在好像是民国93年了，完了，那天地会不就倒了？飞哥，难怪这么久没有人跟我联络。哎，飞哥，现在天地会就剩下你跟我了，以后你就改名，你叫阿天，我叫阿弟，我们要去发扬天地会的侠义精神，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天地会的，天地会的，天地会的。说的很有道理啊。不过飞哥，我们要做那个好事善事要怎么做哈？捐血啊，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你看呢，那你不做啊，捐血啊，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是的，孩子夜深了，赶快回家吧，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喝了咖啡再来一杯，喝了一杯晚上发威。中国人爱喝咖啡，北京咖啡杯有多大，南京咖啡都可以当篮球打，西藏有个咖啡喇嘛，蒙古有个奶鸡巴喇。喂，是啊，你会不会扯太远了，捐血啦。好，那你等一下我进去压血糖啊。怎么了？不好了，刚刚人家真的是，你看好像有一个吸血鬼全部偷走了。飞哥，这个时候该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小姐，你不用感谢我们两个，你只要记住我们是天地会的，天地会的，天地会的，这样就可以了。飞哥追。哎呦，我都是啊，红魔鬼了，哎呦，偷到这济水，哎，我安尼吃袂大啦。等一下，喂，你很可恶啊，敢居然敢偷人家捐的血，你叫什么名字？注意听，我叫三更半夜困袂去，起床放尿看电视，若无吸血我会死，吸血恐怖红魔鬼啊！哎呦。你那是要抓我，那就要看你有本定无巧。喂，啊，你炸去啊！哎，赶快追啊！在哪里去的？哎呀，哦，一直紧追不舍呢吼。啊哦，到这来，让你看看我了，哈，红魔鬼啊，你还走啊，变化！哎呦，哇！变化嘞，变化！啊！哎呦！看你安尼安那堆啊，走！哦哦，好棒啊！不要跑！啊！啊！啊！飞哥，怎么办？真的是很可怕的红魔鬼呢！哼，高家来是一百万，我跟你讲啊，今天是我们提名金钟奖的大好日子。我飞哥不可能啊会打输这一个红魔鬼。注意看，让你看看传说中我第二阶段的变身呢、啊。什么？飞哥，你还有第二阶段的变身呢、啊？滚开一点！注意看，金光强强棍花，哇！哦，要亮光！哦哦！我好久没有用这个造型来面对世人，到家来呀！我准备用一支飞刀给捉回来呀！去！对呀！电光机！哇！走啊！呀！
哇，哎，监工，哎呀喂，啊，哦，恐怖，想不到这个辉哥俩讲这恐怖，哇，一支飞刀安尼，来，调一支牙起，哦，互恁看卖咧哈，话讲我红魔鬼的厉害，刀波暗灯花。有快不？一支飞刀都真厉害了哈！这厉害，卖讲了哈！我出手，那阮阿姊来，那就更加恐怖了。没有错哦，来啦 ！One two three four！ 喂，金闪哦！啊，那无好你也讲我，你讲哦，啊，你也是真歹话。我跟你说，最好不要让我发火啊！我弟弟是慈悲人，我也是慈悲人呐、啊。到时候啊，如果啊让我发火的话、啊，你呀、啊、就皮痒了。阿伯是安怎？怎样？看来今天我不用追到这一招不行了。我说弟弟呀、啊。我说台下那个弟弟呀、啊，阿哥啊，救你！不是，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俩公啊，被死绝招啊！哎呦，小心哦！所以麻烦哦，马苦一点呐、啊，小马苦，哎呦，哎，还是太近了，再远，太近了，你那个是啊，对对，安全着想，安全着想，不要被冲翻回来，讲吼。啊，你前面用什么波嘞？还有啦，好了。那个，我们飞哥的安全要着想，我的安全要着想。哎呦，哎，摄影师哎，我准备哈，让你看看我这一招啊，什么叫做啊，火野花火。哎呦，好像没有烧起来，不过衣服烧破了。哎呦，我也是等来呗，也是等来，再等来。你阿兄，你唔得么报地唔念，你得做邯郸爷哦。好了，太好了，我又收拾了一个恶魔了。记得啊，人要做善事啊，要记住哦，所谓见血一代啊，救人一命啊。但是看到血，好可怕哦，红红的。好了，下次再拿，拜拜。